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体的悬架呢进行调节，更加的舒适平稳。对啊，超帅耶！像比亚迪领先全球电车，可以有几年？追的也挺快的吧？我觉得3年左右应该是可以。所以我就很好奇，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追上，还是永远追不上？就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，我们比亚迪可能比亚迪这个自信心永远追不上。